今天0:57，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3号卫星发射升空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。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点火！现在我宣布，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高分13号卫星是高轨光学遥感卫星，主要用于国土普查、农作物估产、环境治理、气象预警预报和综合防灾减灾等领域。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49次飞行。今年下半年，我们还想继续执行6次发射任务。我们有信心、有决心、有能力，把后面的所有发射任务都完成好，夺取全战全胜，连战连胜。